遮了，对对对。對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的地方，所以空间不是某一段历史的时刻，那当然历史也不是某一段某一个特定族群所关心，所以就当时要做个环境界纪念馆，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阻碍。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把我会把它做过。那你说当时说要台北市的台北市的馆长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这个是要这样。其实预算的话，这对我们来讲都简单。这个主要就是现在就是文化部的那个资金有一个比较，不知道会不会台北市政府使用，是卡在那里。那我当时候我知道，就是郭董有跟县长合作，说你说有县长一起来一套，是没想到郭董还会选这个角。啊，不过是对我们来讲是这样，往这种负责基层或家务平台，每天都在处理那个规矩事务，吓了一跳。不过还很多台负责讨厌。我们很习惯这种不一起的东西。但等一下我要去考察，还有什么担心的证件？这个一站来不用办，我慢慢的在提倡共融社会，就是说，其实超越单一也不是把单一消灭，是让单一在这个社会的和谐的关系，这是我们一种新的理念。所以合作常常是按照议题合作，不过我就不喜欢谈这种社会，好像不同党就是敌人啊，都不相往来，这实在是很奇怪。这种文化对台湾社会跟和谐是有帮助。你现在代表说第三势力的团结，可是其实一边团结的又会分裂到选票。那这个也不是很奇怪的事啊。不要说第三势力，就算民进党、国民党或民主国民党以外，但内部也不是黑板一块啊，也是各有派系，各有团队，所以这也蛮正常的。所以郭台铭表示说，两大两小，他认为是对比。那这就是他的意见。那你认同？认同。这个我跟你讲哦，那我想过了，就在那个运作上面，如果关键少数要发挥最大关键少数，那就相当不够的。这是我的想法，但他有他的看法。郭台铭的民众党关系是代工厂跟经销商，会不会争取不到附加代工？啊，这个对，问题是你有本事附加代工，你也没有本事。所以你觉得民众党没有本事？对啊，我倒觉得是很政治的社会里面很少的。因为你昨天有说要让白海豚搁浅，然后现在国民党说你投机小心变坠机。这个其实这也是好像我选择的。那你认同这个说法？怎么说我？投机变坠机。哎，我来讲，我干嘛这种麻烦事会去做？那你昨天先说他们当时。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个投机，不管是人啊，其实社会是有分的。讲那个国民党那个投机真的是。如果写称一下雪上加霜的，或者是像郭台铭现在提出一个，就是0到6岁国家要的二公，然后他还说，如果就是你民众党立法委没有帮忙这个背书，他就不站，那就是有点是原来的意思。对啊，其实这样啊。政见跟政策的概念，政见大家都可以。其实如果说你要到0到6岁国家养老，这个就有几个，要你要不要排？
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呢、啊，通常那个还是很明确明确来讲，说你到底要怎么做，是每年直接花六万块给家税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政策有几个要考量，一个是政策引导作用，就是说，我如果给你六万块，我要不要限定那个使用项目？不然那个有妈妈拿去拿去自己买化妆品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知道给你六万块，要你知道限定用在婴儿的用品，还有那个六岁的费用，就是。通常你推一个税率政策有两样，排户要排户到什么程度，或者说说不同的税收有不同的那个特性，还另外也是要不要限定项目，也就是政策引导作用。但是对我来讲，你看其实像我们台北市的各个政策，你都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那计算都是要花多少钱，政策引导作用才能确定。所以零到六岁国家养目前只是一个，我认为还是。我对细节还是大家讲的。像用哎，没有想到，其实老政策也还好，或者说还算实际还蛮友善的，所以对我见到他没收的说阿洛都是蛮正常的。但是友善会代表他支持他吗？友善会代表他支持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在讲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达到 solution 的这样 solution 阈值？对你比较好，但是超过那阈值的话就考验你。这还没达到吗？没有啊，这个还是综合考量。还需要再评估一段时间是吗？对啊，这个到时候反正到时候还有40天嘛，你们不要急着先离开啊。那这样韩国说，韩国说如果他当选的话，如果他有贪污的话，就是把他关到死。他说他要放弃假释，下一集，我都要开始了，要跟进，要跟进吗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好，我都要开始了，下一集，好了，他还没有回答，还没有回答，你看他讲这句话，好了，他也不错，啊，也会过关啊，那其实大部分人不会刻意。宽多也不是几百的，坦白讲，还算，当然是吧，有点可惜，这个啊，可惜了点，谢谢大家。当然，我经常讲，那他们要选，那就是国民党量最强的，我想这一场选举非常重要。觉得是要优待会优待，谢谢，他是战略错误。那你觉得他做得到吗？我觉得这个很简单，后来但是我是有些难过。我支持你是不贪，我都不贪都这么困难嘛？我靠，所以我办的证你不贪，他贪一百块钱的，我贪不会给你几倍，我讲不赢。好，最后一点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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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激动的满满的，谢谢。